旗帜是一个象征，是一个标志。旗帜不倒，所有人就会为了理想和信念继续无畏前进。但是现在，旗帜所引领的人都已经不在了。我本不想在这份记录里留下这样的话，我只是很遗憾，我只能走到这里了。不要因此丧失前进的勇气，我将我们的一切托付给你们。我掠夺你们的梦想，遗失的痛苦将由我来承受，不会交给任何人的。沉默吧。是你呀，看来暂时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会无聊了。熟悉了这副躯体的战斗技巧之后，还不错嘛。尽管挣扎吧，没用的家伙。我所在的地方即是战场。早上好。不知不觉已经一起走过很多地方了呢，说不定现在的我要比以前更积极。请再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指挥官。可以更加熟人的演奏乐章了，谢谢你的礼物，我会珍惜它的。这招倒是越用越顺手，要对你表示感谢。来吧，叫我的名字。对，再高兴一点，我喜欢听你叫我的名字。